吃，不过就是经常一群人一起来吃会很开心。我们经常会宿舍四个人一起过来吃，然后如果大家点了不同的菜呢，就可以互相分着吃，看哪一个菜好吃。觉得还是可以使用它，就可以当养成通，我觉得会一直保存，然后很有纪念意义。山东煎饼，还有那个商业中心的寿司，还有那个刷刷锅，我都喜欢吃。还有大学里吃这些东西，以后会想起来，肯定是一份珍贵的回忆。春天绽放的花蕊。